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疯狂盗挖清代皇陵。在这些帝王级的随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一柄九龙宝剑，但正是这柄宝剑为他的拥有者带来了无尽的厄运。而有一个人则发现这柄宝剑之中潜藏着2000年前的一段秘密。古董局中局第三部略报清谈，带您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江湖险恶与文化传承。作者马伯庸。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药慎行试探着问说，是不是想查一下这个墓有没有被盗。玉芳折扇啪的一声砸在手掌上，恨恨的咳了一声，这个不用查，就在2个月前3月29，一伙强人带着火器进了慧灵的飞园，盗掘了书圣皇贵妃的陵寝，把里边的陪葬劫掠一空啊。皇贵妃的遗骨扔在了墓道的中途。我大清逊位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儿，真是岂有此理。两人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骇然。东陵在直隶遵化州的马兰峪，里边葬有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个皇帝，包括慈禧、慈安在内的14个皇后和100多个嫔妃，乃是清宗室的第一大陵。清帝逊位17年，余威犹在，所以民间虽然盗墓成风，但皇室陵墓一直保存完好。想不到今日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贼。中国历代对陵寝极为的重视，自先秦到清代，挖掘坟墓都是有悖人伦的一等大罪。现在居然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对帝王陵寝下手，可真是骇人听闻呢。药慎行问道，宗室不是有专门护陵的人吗？说来惭愧，负责守陵的是我弟弟玉鹏，之前他接待过一个日本考察团，人家送了他几瓶洋酒，结果这个蠢货在那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被人堵在屋里不敢出来，一直到贼人都跑光了，早晨他才去联系马兰镇的总兵署发兵搜剿。可二位也知道，这时节啊，劫兵不如匪，总兵署敷衍了一阵，此事就没了下文了。药慎行松了口气，傅老公又是肝气重大，又是骇人听闻，原来不过是个妃子的墓被盗了而已。于是啊，他便转头去看许一成，却发现许一成神色目光严峻，心里忍不住发笑，到底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对古玩行当的人来说，这种事儿司空见惯，算不得什么大事儿。要是没了土夫子，古玩行啊恐怕还没了货源呢。他不知道让许一成心中掀起惊涛的，其实是玉芳的一句话。在东陵被盗之前，宗室接待过一个日本考察团。仔细一想，那个时间恰好支那封土考察团抵达了北京。许一成忙问那个日本考察团的名字，玉芳说叫支那封土考察团，团长的姓比较怪，叫做介。考察团前脚刚走，后脚东陵被盗，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幕户教授也提过，他们这次来中国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考察陵墓，甚至还打算掘开过几座。许一成蓦然想起那半张信笺上有一个潦草的陵字和那五个血色的指头印，一个荒谬的想法就涌上了他的心头，说不定这代表的
正是安葬这五位皇帝的东陵。难道说陈维礼拼死传递出来的信息是，这些日本人觊觎的目标不是普通的陵穴，而是东陵？这未免太荒谬了。东陵乃是帝王陵寝，且不说这种行为会造成多大的外交纷争，但是陵墓的规模来看，这也不是这几十位教授能吃得下的。除非日本人暗地里边出钱出技术买通国内的盗墓贼代劳，他们则在幕后吃货。这不算新鲜，许多古董商人暗中就圈养着许多土夫子专门挖货，谓之养楼姑，也是时下最流行的一种合作。念及于此，许一成搁下茶碗，把身子略微前探，盯着玉芳问道：若只是这一座坟，想必您也不至于把我们两个深夜叫过来，这后头还有事吧？许先生所言不差，陵墓被盗之后，玉鹏见总兵署对此事不上心，只能报告给了东陵承办事务衙门，然后又上报给了在天津寓居的皇上。皇上一听，当时府邸大哭，然后又召集了一干元老议事，下了两道懿旨。一呢，是让宗室筹款重新安葬贵妃，还要对整件事情严加保密；二是调查清楚盗墓真凶。第一件事由几位王爷负责，已经重新错置安葬；第二件事就落在我的头上了。我到现场一看，发现那伙盗墓贼是一次性的打开墓道，正面炸开石门直入地宫，四周没有别的挖掘痕迹。这意味着什么？两位都该清楚。两个人点点头。您正在收听的是古董局中局第三部略宝清单，由喜马拉雅出品，骆驼演播。盗墓者盗墓的手段，一呢是打盗洞到墓室的上方，然后砸开墓壁，这叫放大炮；二呢是直接打通墓道，这叫穿针眼。前者麻烦，但是啊，只要蒙中墓穴大概位置就行了；后者呢省事儿，不过需要精准的知道墓门的所在。如玉芳所言，这伙盗墓贼没有半分的犹豫，一次就准确的挖开了墓门，打开地宫，没有半点偏斜，这绝对是熟知东陵内情的人干的。玉芳继续说道：盗墓贼得手之后彻底销声匿迹，丢失的陪葬品不知所踪。直到昨儿我才听说王老板家闹鬼，一打听那同庆的模样，才知道丢失的陪葬品终于流到市面上了，这才派傅老公过去看看。想不到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今儿遇到了两位五脉的高人，这是天意。说到这里，他起身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诚恳地说道：我早有耳闻，五脉是京城古董圈的顶盘星，希望两位能不吝援手，查出那伙盗墓贼的来历，免叫我等成为不孝子孙呢。药慎行一听，心想啊，这清朝遗老果然是来求五脉办事的，心中啊有些为难。以五脉在京城的人脉耳目，想要查清楚淑慎皇贵妃陪葬名器的去向不算难事，只是啊有一桩难办。历代以来，古董商人和盗墓贼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案例牵扯极多，是以对盗墓之事，古董行里边的人都不会公开支持，但是呢也不会公开的反对，采用的一直都是不闻不问的态度。五脉若是下手去查，只怕会坏了规矩。药慎行脑子一转，笑道：傅老公果然是忠心耿耿，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
玉芳听出了他的意思，五脉不是傅老公，跟卿氏没什么恩义，犯不上为这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贵妃得罪同行，脸色就有些沉了下来。这时许一成在一旁开口说道，人心不足，欲壑难填，玉芳先生担心的只怕是这个吧。正是，若单单只依贵妃的份，这倒也算了，可凡事有一即有二，有二必有三，这伙盗墓贼胆大包天，又对清陵布局非常的熟悉，今天挖了贵妃墓，不可能止步于此，只会把胃口养得更大，说不定明儿就得去打皇陵的主意，要不及时逮着他们，只怕整个东陵都危如累卵，危如累卵呐。说到这里，他双目泛起血丝，重重的一拍桌子，那个铜镜差点掉在地上，幸亏被傅老公伸手接住。这个老头老态龙钟，但是接东西的动作却迅如闪电。药慎行这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伙人一日不落网，东陵就一日不安，倘若清氏皇陵真的被掘，那可真是有民国以来古董界的第一件惊天动地的重案，只怕举国都会为之震惊。药慎行不由说道，这种行径是重大犯罪，怎么不报请政府来解决呢？才出口，他自己先笑了，如今的政府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管这些事儿啊？于是又改口说道，哦，即使政府不管，那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新闻，让民间团体一起呼吁保护东陵，也是一种做法。可是宗室为何对此秘而不宣呢？我们哪敢声张啊，此事已经宣扬，就等于昭告天下，东陵已经无人把守，满地金银任人取走，到时候盗墓贼就得蜂拥而至，东陵就彻底的完了。所以皇上特意嘱咐，此事务必低调保密，知道人越少越好。这回他算是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宗室想抓贼，但是呢又怕招来更多的贼，只能暗中请行家来调查。以你们宗室在京城的底蕴，为何不自己去查呢，反而来找外人？玉芳摸了摸指头上的扳指，一脸恨铁不成钢，大清没了，宗室的脊梁也断了，不孝子孙太多，为抽大烟就敢把祖宗都卖了，我如果动用宗室的力量去查，让那群小兔崽子知道东陵也能到，准没好事儿。发完一通的牢骚，玉芳再度看向药慎行和许一成，所以我深夜请两位过来，也是保密起见，此事涉及列祖列宗身后的安宁，玉芳不敢马虎，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两个人都没有立即的回答，陷入沉思。玉芳见两个人没动静，拍了拍巴掌，丫鬟端进来两尊玉貔貅，放在两人眼前。这两只貔貅啊，通体绿莹莹的，质地通透，一望便知是精品。玉芳说道，这两件玩意儿不算报酬，只给两位深夜造访赔礼，如果二位愿意，我们宗室绝不亏待。药慎行犹豫片刻，姿势体大，不是在下能做得了主的，等我回禀族长再给您答复。不过他呀拖长了声调去看许一成，
至于许兄弟什么意思，我就做不了主了。他呀，这是在暗示许一成跟五脉不是一回事儿。玉芳眉头一皱，没想到这两个五脉之人呢之间还有隔阂，于是他又看向许一成。许一成从容的掸了掸衣领，这事儿不小，我也得琢磨琢磨。玉芳本来也没打算马上让他们有答复，于是呵呵一笑，把扇子哗啦一声打开，扇了几下。自然自然，二位仔细考虑便是，只是得尽快，我等的那会儿盗墓贼可等不得。说完他对傅老公丢了个眼色，傅老公躬身说道，二位贵客天色太晚，回城也不安全，不妨就在这院里休息夜，明早再走。许一成临走之前忽然问傅老公，丢失的陪葬品中有没有宝剑之类的东西。傅老公不悦说道，书圣皇贵妃笃信佛法，如素吃斋，怎么可能会放兵刃之类的凶物在里头呢？许一成又追问道，那么其他的灵锦当中是否会有兵刃刀剑？我大清以武开国，陪葬刀剑不说一千也得有几百把，您问此作何呀？许一成哦了一声，随口敷衍过去。支那封土考察团对中国的剑有着奇妙的兴趣，东陵里边那么多刀剑，两者之间说不定会有什么关系。他在界大府面前已经露了形迹，无法再深入调查，如果能从东陵这些盗案顺藤摸瓜，说不定啊还能独辟蹊径，窥见真相。他揣着这些心事和药慎行被各自带到了一间房间，彼此安歇，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一夜无话，次日早上二人起床，用过早餐之后与玉芳和傅老公拜别。他们出了门口还没上马车，就听远处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辆涂成黑白颜色的轮式大卡车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正好停在马车的旁边。两匹原马吓得不轻，连连撂蹶子，车夫连忙安抚。卡车后头蹭蹭跳下来五六个警察，把宅院大门给围住。为首的警察身材不高，下巴微微凸起，眼神里却带着狠戾，如同一只悍狼。他走到玉芳的跟前，毫不客气的就问，你就是玉芳啊？玉芳一拱手，勾杯店的警官我都认识，这位有点脸生。警察呵呵一笑，根本不接他的话。有人举报你说这里有绑架行凶。玉芳一听就知道是冲他们两个来的，连忙解释，这是误会，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我招待他们来谈事儿的。那警察哼了一声，把目光投向许一成，许一成表示确实不是绑票。他这话说得不清不楚，只是否认了绑票，可是呢也没承认是招待来的。警察背着手来回扫视一圈，忽然嗯了一声，猛然抬头一指那马车车厢上的雕花纹，二龙，你是宗社党的。这话一出，玉芳、傅老公和药慎行的面色都是一变。宗社党又叫君主立宪维持会，是清末的一个团体，由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满清贵族子弟组成，以双龙为标志，一心恢复帝制。核心骨干梁璧被同盟会炸死之后曾经一哄而散，
后来善琪在日本重新建立宗社党，想在东北起事，结果呢涉嫌暗杀张作霖被强制解散。奉军入关以后，张作霖记着这个仇，把宗社党定为反动团体，把京津两地的宗室狠狠地收拾过一顿。一听警察这么说，玉芳连忙抬手指道：“长官，您看清楚，这中间还有枚珠子，这叫二龙戏珠，和宗社党没有关系。”警察眯着眼睛又看了一遍，我看这珠子有点新，不是后加上去的吧？不会。玉芳偷偷递过去一串珍珠手链，警察也不客气，抓了就搁在怀里，又看向傅老公。傅老公怒目一对，手下两个护院做事就要拔枪，不料那警察拔得更快，刷的一下抬枪对准玉芳的脑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吐出来：“要造反？你真当这京城里没了王法了吗？”玉芳苦笑着摇头，有点心思的宗亲，张勋复辟的时候就已经被冯玉祥洗过一遍了，剩下的只是想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我们只要守着祖宗陵寝就行，别的一无所求啊。是就好。警察把枪收了，一招手收对了。许一成、药慎行跟着那一队警察一起上了卡车，扬尘而去。傅老公趁着卡车掉头之际，看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坐了一个年轻人，样貌像是刘一鸣，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许一成搬来的救兵。这个许一成不识抬举，咱们以礼相待，他却找警察来堵门。玉芳非但不怒，反而是微微点头。幸亏咱们以礼相待，不然这就是他的后手。你注意到了吗？昨晚上谈话的时候，许一成一共就说了几句，可全问在了点儿上。此等眼光，此等手段，此人不简单呐。他望着远去的卡车，又把两根指头搭在扳指上，细细的摩挲，不知在想些什么。卡车开出去几里，许一成对为首的冷脸警察一拱手：“富贵探长，辛苦您了。”富贵眼都没抬，冷着脸靠在车厢边上，带答不理，害得我一帮兄弟忙活了半宿，一直到早晨才查到这儿。哎，赶明啊，我在鸿宾楼请客，好好的犒劳一下诸位。免了，这席我可不去吃。我告诉你啊，没有下次了。许一成拿出那只玉貔貅，递给富贵：“这是件好东西，哥几个拿去喝茶吧。”富贵眼皮一翻：“你要是给我，我下次就按这个价码收费。”许一成把玉貔貅硬往他怀里一搁，笑眯眯的说道：“你不是说没有下次了吗？”富贵无奈，把这貔貅扔给手下人，说呀，找个铺子卖了，大家分。警察们一阵的欢呼。卡车开得很快，一阵劲风吹过，富贵一拳把警帽砸住，对许一成说道：“如今兵荒马乱，警察厅也围不住局面，这种来路不明的地方以后少去。嫂子都快生了，你听点心呐。”许一成呵呵一笑，笑里又收不住的得意。刘一鸣坐在副驾驶，耳朵听着两个人的谈话从后窗传来，心想啊，这个富贵应该就是许一成说的在警察厅的朋友吧。昨晚他得了许一成面授机宜，先去了豫王府。这个豫王府啊，不是前清的王爷府，而是东丹的协和医院。那医院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的，
用的呢原来是豫亲王的府邸，于是老百姓就这么叫起来了。许一成的太太在协和医院里面做护士，刘一鸣见到他的时候，他大腹便便，已经有七八个月的身孕，还在值着夜班，这让刘一鸣非常的惊讶。这年头肯让妻子出来做事的人非常少，来做护士的更是凤毛麟角。许太太一边听刘一鸣讲述，一边写着病历，听完之后他给富贵打了个电话，简单交代了两句就挂了，然后继续伏案工作，不见半点心情波动。刘一鸣就非常好奇，问他难道不担心自己的丈夫吗？许太太摸了摸肚子，淡淡的说他不会有事儿的，因为他是许一成。那份信赖和那份镇定让刘一鸣佩服不已。许一成的生活跟五脉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了解越多就觉得两者差距越远。刘一鸣甚至发觉他非但没把许一成扯进五脉，反而觉得自己都被他带远了。想到这儿，刘一鸣闭上眼睛，把头靠在了车窗上，随着汽车晃动而微微的磕动。您正在收听的是古董局中局第三部掠宝清单，由喜马拉雅出品，骆驼演播。眼看卡车马上就要进城了，富贵问许一成去哪儿。许一成看了眼姚慎行，说呀，我还有事儿，你们先把我们俩送到五脉那儿去吧。姚大哥，沈老这几天在哪儿啊？姚慎行一直在车厢一角待着没吭声，听到许一成发问这才开口说，沈老爷子这几天在宿鼎阁守关。五脉虽以鉴宝为主，但是也有自己的产业，京、金、玉、陕、直隶等地都有铺子，一般都有高手坐镇，谓之为守关。这个宿鼎阁算是五脉在京城比较大的一家，就在琉璃厂。沈墨虽然快八十了，偶尔呢也会在几个重要的铺子轮流守一守，以示看护之意。富贵说好，他看也不看姚慎行，就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那边。琉璃厂比较狭窄，汽车不易通过，于是就停在了街口。许一成、姚慎行、刘一鸣三个人徒步进去，富贵则带人回到了警察厅。琉璃厂本是京城一等一的古玩集散地，平日里雅客极多，如今战乱一起，琉璃厂的热闹大不如前，但是各个铺子前头的人呢还是不少，可大多呢都是一些着急卖东西变洋钱的，富贵闲人没几个，这样正是捡漏的好时节。可是光收不出，古董商们也发愁，电线杆上乌鸦嘎嘎一叫，透出热闹中的丝丝萧条。三个人来到宿鼎阁前，跟伙计问了一声，刘一鸣留下，其他两个人则直奔后堂。沈墨此时坐在桌前，拿着一柄放大镜在仔细观察一块攀龙玉佩，他看到姚慎行和许一成联袂而至，愣了一下，心想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走到一块儿去了。沈墨招呼二人坐定，放下玉佩感慨说道，这放大镜啊还真是个好东西，玉上的磨钩纤毫毕现，比眼珠子可好使多了。不过姚慎行立刻接口笑道，不过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器物只是术，归根结底还得磨砺自个儿的道才能有出息。沈墨笑道，你倒是记得牢啊，您的教诲时刻不敢忘。
三人寒暄了一阵，沈墨就问他们有什么事。药慎行把东陵道诀和宗室委托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把玉芳送的貔貅拿出来搁到桌子上，说这事啊还得请沈老爷子您来定夺。沈墨双手拄起拐杖，沉默不语。挖坟掘墓是大罪，但是对古董商来说呀，这不算是大事。熟坑货就那么多，没有从坟里挖出来的生坑货，古董生意也根本做不大。但是到了东陵这个级别就不能小觑了，一旦声张出去，一定是舆论哗然，无论哪个政府都得严查。五脉这次出手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不可不谨慎。沈墨思忖片刻，眼皮一抬，问他们二人意见如何。药慎行在回来的路上已经想清楚了，咱们五脉向来不问来历，只辨真假，不管是家传的、土藏的，还是偷的抢的，跟咱们都没关系。清宗室的这桩委托咱们办成了，获利也不多，不成那就要被牵进这惊天大案，一个不慎就成了替罪羊啊。他说到这儿上前一步，忧心忡忡，再说了，赶到东陵的肯定都是一些不怕死的匪人，咱们五脉是做正经生意的，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沈墨听完以后没有表示，又问许一成的意见。许一成微微抬眼，似笑非笑，东陵这件案子未必这么简单，这背后说不定有日本人的事儿呢。沈墨和药慎行同时一愣，怎么这事儿又扯到日本人身上了？许一成缓缓地把陈伟里的离奇死亡事件说了出来，然后拿出了那半张信件。我怀疑这五个指印和那个灵字指的就是安葬了五位清朝皇帝的东陵，如果咱们从东陵失窃这条线索顺藤摸瓜，说不定能找出盗墓贼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搞清韦礼之死的真相。我需要五脉的力量来支持。药慎行非常的不高兴，就为了给你的朋友报仇，要让家里担这么大的风险，你还不明白吗？陈伟礼拼死送信，说明此事已经不是什么私人恩怨，说不定会关系到整个东陵的安危。许兄啊，你又异想天开了。我也接触过一些日本人，他们最重礼节，最懂礼貌，怎么会打东陵的主意呢？许一成冷笑说道，哼，这些年来他们打咱们的主意还少吗？嗯，滨田耕作在旅顺，松本信广、西冈秀雄在浙江，大谷的东亚考古队在新疆，关野真在龙门石窟，长盘大定在响堂寺。你知道日本人每年派着多少人打着旗号来中国偷东西吗？他所列举的这些都是近十几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案子，每一件都震惊中国的学界，令人扼腕叹息。许一成师从李济，而李济对中国这种考古乱象最为痛心疾首，这些事他无时无刻不铭记于心。药慎行则不以为然，日本人愿意来拿就拿，愿意买就买，与咱们没什么损失，做买卖嘛。许一成转脸过来，前所未有的严肃告诉他说，这不是买卖，这正是在挖咱们中国人的根。沈墨见他说的严重，皱起眉头，然后问他的意思是什么。许一成正色说道，沈老，
此事必须得查下去，于公于私，咱们都不能置之不理。药神行呵呵一笑，贤弟啊，你这么上心，看来玉芳把你伺候得非常不错嘛，心向轻视啊。许一成缓缓站起，双目紧盯药神行，一拍桌子厉声说道，东陵虽是满人皇帝的陵寝之地，但如今已是民国，它归属于全民所有，眼见贼子入室行窃，岂有袖手旁观之力。他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却震得房梁嗡嗡之响，言语诛心。药神行面子上挂不住，沉脸说道，说的冠冕堂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清华学的那什么劳什子考古，不就是把挖坟换一个好听的词儿吗？你那个老师李济也不是到处的乱挖吗？沈默抬手让两人不必找了，他思忖片刻，缓缓开口说道，你们两个都有道理，这样吧，一成啊，东陵之事你来主持，需要家里什么支持，你就让慎行帮忙协调。他说的暧昧，可是两个人呢是都听明白了，这一决定明显就是偏帮。八月份就是沈默的寿宴，在这个宴会上要移交权力，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慎行但求无功不可有过，许一成与五脉若即若离，败可由他一人承担后果，胜宗室承的仍是五脉的人情，至于五脉支持许一成的力度有多大，那就得看药慎行的心情了。